蓝绿打太久，打到最后那，其实我看见应该是蓝绿的板块都有点萎缩。蓝绿是不是都蛮喜欢用你白色的基底的文宣来象征他自己，好像跟白色力量也有一点牵连？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？白色力量扩张吗？大概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嘛。大概历次的民调看起来，其实主要还是蓝绿打太久，打到最后那，其实我看见。应该是蓝绿的板块都有点萎缩。像作家古林预测你和那个苏贞昌、韩国瑜将会当选，你觉得预测的准？哎呦，我讲哦，他没有，他对我还肯定，我就好了。其他人我们也没办法去多说什么。哎，给水给了钱嘛。嗯，可是内部不是有一些好像有统计，好像大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也不用怎么做的，因为每个媒体做的，你知道哦，虽然有机构效应哦，不过看券的还是可以分析的。内部的说法是不是你会单独过半？外控选举的事不要问我啊，这个啊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现在态度就是，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了，